家好，我是 Mrs. Malaysia Elegant Queen， 2017年，我叫 Amanda Chan。这样子，今天我来到这个 Mrs. Celebrity Malaysia，很高兴，很荣幸 ，Renan Tan 邀请我担任他们的评审。因为之前已经有去过很多个选美赛嘛，所以今天我感觉到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选美赛，他们是打造名模的一个选美赛的太太，这样子我希望当天比赛那天能够把20位佳丽变成名模太太。